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利嘉閣地產 Cathy Lee，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屋苑是一個很近火車站的彩蒲苑，我們大家一起去看看。這個單位業主是落重心機設計裝修，大門用了電子鎖，窗外的景觀非常開揚，分體式冷氣，入場的家私分了兩間房間，透明的玻璃是分隔開廚房和客廳，廚房是用了電磁爐，沒有那麼大油煙，而洗手間用了企缸的設計，大家對彩蒲苑這個單位有興趣的話，可以聯絡我的，我是 Cathy Lee 6082-6488，拜拜。